上，它不会破坏你的那些简单或是摆设的。要嚼，对。iStyle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柏霖。Hello， 我喜欢那个红色的那个椅子，第一个入口那个 Bobo， 还有那个 Concertina 的那个椅子跟桌子就可以折叠的，还有灯嘛，就这几个。然后红色的那椅子，因为我很喜欢红色的，就是有一种安全感，对啊，就是被保护的感觉，然后又很像那种 Game of Thrones 那种椅子的感觉，对，就觉得很酷。就是其实我很喜欢椅子，我应该有算两三张是我会应该会一直在我身边的椅子，嗯，就是个人坐的那种皮的那种椅子，是蛮占空间的啦。可是我又觉得说，就是有感情的这样，用了就用了，对，要有痕迹嘛，要不然就跟新的一样啦。对，我会选择吊床好了。因为就找树，哎，先决条件是那个荒岛要有树的，如果只有什么沙漠的话，那就不行了。Hello， 各位 iStyle 的读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娃娃魏如萱。哦，其实我昨天就已经先来看过了，就是有一些设计都让我很惊艳。其实我非常喜欢那个 swing boat， 因为现在有小孩嘛，我们常常都要去公园排队玩荡秋千。如果有那个 swing boat 的话，就是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坐在上面。对，所以昨天试坐了一下。觉得那个触感非常的好，然后我坐在那边的时候就看到旁边有人在看我，就是哦摇了一下说哦好吧，然后就赶快起来。对，如果今天我儿子来的话，也许他会喜欢 Happy Chair， 因为那个 size 跟那个高度，然后还有他也是很春夏的那种很轻盈清爽的风格，所以也许他会很喜欢 Happy Chair。小孩不会破坏你的那些简单。要嚼，对，他开始拿画画笔的时候，他就很想要偷涂一下那个墙壁。我就跟他说，画画的时候我们可以画在纸上面，那你给他的纸很大嘛，他就只要在纸上面画，就跟他说墙壁不能画哦。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很好沟通的小孩，他后来就没有再偷画了。搬到演唱会吗？那我想要搬 swim boat 去，因为他可以坐在上面，然后很轻松的摇晃。对，如果可以坐在那个 swim boat 上面一边唱歌的话，我觉得很爽。